飞出去就可以飞。哦，你也有，你也有，大家都有，对不对？家里也有。哦，你妈，你知道哦，飞机有分很多种，来，小朋友往前坐。哎，飞机有载人的，有载货的，有救人的飞机，对不对？还有出去玩要坐飞机，对不对？还有直升机，还有战斗用的，有没有？打仗用的战斗机，还有喷射机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什么？你们都知道，男生比较厉害，男生都知道。直升机，这是救护直升机。哎，对不起，哦，对不起，发错了。来，这是什么？这个也是直升机，对，它后面有一个记号，你有看到吗？有，这个字号就代表它是救人的飞机哦。如果有人在身上，中华民国的，对，你有看到这个对不对？这个徽章就是我们的飞机，然后它是救护直升机。如果你有人在山上或是很远的地方，没办法救他，我们就要开直升机去救他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飞机。对，这个就是我们出的贴纸。哦，日本的贴纸真的哦。然后或是去比较远的美国或是其他地方要出国的地方，你们就可以坐这种飞机。你坐这种飞机里面可以坐很多很多人，对不对？可以吃什么？里面有东西可以吃吗？有，你有坐过吗？有哦。可是我们去坐高铁之后有吃过冰淇淋哦。去高铁有坐吃过冰淇淋，对不对？在飞机上也可以吃东西。来，我们来看，这是飞机在天空。我家也有红色，你家有红色。来，飞机长这样子，这个是机身，这个是机翼，它有两个翅膀，对不对？然后这里是不是有个小翅膀？是尾巴，是尾巴，机尾，对不对？那你告诉我，大翅膀在上面还是下面？上面，小翅膀在下面。好，你们要记住喽，等一下我们就要画画的时候就会画到哦，我们你们要仔细观察，好不好？云，对，白云，蓝色有白云，对不对？哎，飞机不是好，只有这种，紫色的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战斗机打仗的时候用的。还有一种飞机长这样子，你看，屁股会冒烟呢，你看冒红色的烟，这个很多在国庆日的时候就会有喷出不一样颜色的烟，你有看到吗？哇，有人有看过，有人没看过，那我今天要来讲这本。耶、yeah, ，后面就有一个大飞机，他们等一下就要搭这台飞机。先把护照拿给空服员，跟他说我有订机。那个空服员啊，还有工作人员就会把你的行李放在，哇，飞上天空了，哇！他说，弟弟说啊，姐姐，我甜甜小朋友第一个都看到是布丁，还有果冻。哦，你看到果冻，还有什么？还有葡萄。还有葡萄，对，还有呢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还有苹果，不行，不然会走失。对，会走失。那要怎么走？要跟谁走？大人。对，要跟大人走，跟爸爸妈妈牵着走。真的，老师跟你说，在这附近，请你们找一找。啊，月恒很棒，第一个找到。琪琪有看到吗？日气球。对，也是一个大的热气球哎！哇，他们准备了，对，热气球。他们准备要去雪白山呢，去找外公。原来呀，要转机搭热气球去找外公哎！你看，有好多东西可以吃哦。你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可以吃吗？香蕉。香蕉是企鹅姐姐跟弟弟他们带来给外公吃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他们家还有什么？就可以开飞机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老师会发。来，请排队。不行，看看地板的线线吗？你们看到地板黑色的线？对，要来穿飞机了。手伸出来。小姑来，请你往前一点。来，手伸出来。哎，对，错了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好，请到旁边等待。好，请确认飞机。欢迎。哇！所以我们等一下，我们就准备要来准备了。太喜欢，我自己坐进去。你要走了，好，飞机走，飞机来到青草地，来跟着星星走，蹲下去，蹲下去，我坐飞机，蹲下去，我坐飞机，完整。不是，小雨你走歪了，飞上去，飞上去，飞到白云里。好，我来跟着星星。飞机来到青草，加速了，蹲下去，蹲下去。
一个圈圈，准备要休息了，好吗？对，小朋友们自己找圈圈，准备要休息了，赶快，好好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蹲下来休息一下。休息。好，我等一下要开始唱歌的时候就要起飞喽，好不好？好，这里蹲下来，这里这个，好，蹲下来。好。好哦，等一下我们要准备起飞喽。好喽，开始起飞。蹲下去，蹲下去，我坐飞机。赶快，赶快！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找到了吗？赶快蹲下来休息一下。在黄色上。哇，好好，我们再玩一次好吗？不要了，好了，我们要准备休息了，请小。啊，医生有没有什么大翅膀？还有什么小翅膀？还有，你敢？可以画线线，也可以。你想要画星星也可以，想要画圆圈圈也可以，好不好？好，小手，要借给我一下吗？不要，来，哇，你看，越来越大，哎，你看，哇，盖，哎，白云怎么挡着？转一转，像这样子转一转，转一转，因为你可以用一个龙卷风，你看，转，哎。你要粉红色的，我要画彩色的，还有蓝色的也算。好了，你这边要颜料了吗？你要贴。可以变成娱乐，你的飞机要连上去喽，赶快把飞机飞到天空上喽，我们要停下来了。哇，那老师也有一个二。